用啊。好。漫漫天涯路啊。这种时候不用配旁白，此时无声胜有声。好，此时无声胜有声，多么悲情啊！在礼拜六这种大好日子，就是有一群笨蛋要坐这种车，翻山越岭，路况又这么糟。他没安排我们走上来吗？上桥去吧。想当年，华工就是坐这种卖到美国去的主载船啊。华工，对啊，这个还差吧？那差不多了。又走了嘛？没有没有，一样是坐船，然后全部集合像沙丁鱼一样。是哦。对对对。你是修那个京剧老师的吗？是是是。详情请参见《中华英雄》漫画版马龙城版。这风景是蛮秀丽的。只是三步时就会听到有人吐的声音，好像不是很好。见证车，慢配音的，这低气压。小壮观，哇！来不及，哇 ！Good， 哇哇哇 ！Back back， 那个玩太大了。这段录影不知道能持续多久。哎，加油了，可以了，可以了，好了，好了。哦，我们终于到了，这是我的腰也快断了。这里吗？来来来，我下车哦。哦，回家回家。谢谢啊，谢谢。打我。他那个就上坡那么快。好，现在中文翻译叫波阿伦社，就是那个地方。波阿伦就在那边，屯巴拉还要再上去，那就是道泽群了。所以这个位置在早期都是战场，现在看到所看的范围全部都是战场，全部都有发生过，在当时都有发生抗日战役。啊，再来，他们还有一队哈，会沿着马海普溪，好，等一下我们到了盐库就是马海普溪上游，他们有一队从马海普溪这一带，还有塔罗湾溪这一带上攻到天池山庄。好，所以天池山庄以前是一个日照的一个 club， 后来就是被他们烧掉，但是那个弹药库现在还在。哎，那个烧掉，弹药库现在变储藏室，那个弹药库还在，只是看不出来那个是，没有讲不晓得那个是弹药库，哎，就是这样子。OK， 那我们时间有限，准备上山了哈。等一下上山的时候，这里绝对不是你们一般爬的山哈，你一定哦，我们有四位，包括连我们有四位干部，你只要看不到人，可以喊都没有关系，一定要有人跟你一起走。嘿，你要是不见我很麻烦，真的非常麻烦。好，包括你要上厕所都要讲，绝对不可以擅自离队。好，一定要记得这一点。身体有问题也一定要讲。OK， 没问题吗？好了，上山了。先拍一张吗？合照。我们时间有限，然后我们走。拍了啦。真的，我们的确很多。当然，你们在那，我在这里当然拍啦。好，走吧。时间有限哈。拜拜，到时候再那个。你们到这边啊。上下方缩短一点。好。好。我看着老师啦。啊，我有看着老师。啊，哈哈。OK。来，来，缩短一点。没有没有，你爬坡的时候。太长了。你就不习惯，因为太长，你没办法用力。哎。看，脚踩上面。对，直接踩上来，再踩上来，没有，直接再踩上来。我没有你那么好，我没有你这么厉害。谢谢。来，手不是这样子的。好，好，我。这有绳子，有没有看到？独木七星。来，这有没有看到绳子？有。在这里的时候，先拉着绳子，再走，我怕你们会怕。OK。好。
哎，轻易拉住。才断的，然后那个是卡网的哦。对。没有，那个拉直就可以了吧？应该是都掉了。那是不是要买那种叫那种拉布的那个手套来绑？都还好。那修那种。工作手套都可以啊，哎，防水就是比较好。小心，小心。你说不习惯，一直流汗，你也不舒服。对，你只要没有听到我惨叫，就代表我还可以。OK， 放心，我现在是全程录影的状态中。不好吧？应主任要求。那你去拍主任吧。要记录一下这段路到底有多么难走啊！可是从镜头上看起来还好哎。这是吊轨的问题。没关系，我们可以背后配音，开始在睡眠。没有，那就要在他旁边，他呼吸声拍起来。哈不好吧？大家可以听到学姐沉重的喘息声，就代表这段路有多难走了。什么？你没听到？够近了吧？那绝对不是我，那是主任的声音。主任已经在后面气走了。主任要垫后啊。他明明就是爬不动，好不好？没有，你太小看主任，主任都装弱。是啊，最近很好了，我们前两个礼拜。你还在，我也还在。去探勘有没有？哎，小心！不见了。然后三个人有没有？像这个路自己去找路哎，像这个路有没有不见了？突然，而且还有什么呢？那个黄藤，那个太高了。我觉得路直的好像比较好。所以学姐这段我改路直的。要小心哦。他想标路哎。可恶！这是作业机啊。要把竹叶稍微拨开看一下路。什么东西啊？好刺眼哦！爆熊。我这边有树根。树根的时候要小心哦。身体蹲下来有没有？摸着它蹲下来，把脚再蹲下来。这里要小心哦，下面。没有问题。摸着，那树根很安全。我们这边，我们走，我们几乎就是前走的，看到有什么有没有，跟出面跟后面讲一下。好。抓这个，死命的抱着他。这一段小心哦，这一段哦。旁边很那个。这里也是啊，这旁边都是。前面小心。这一段大落差哦，嗯。那个建筑小建筑要拨开看路再走哦。OK。哦，小心啊，学姐。我这其实不会滑，我会看着看过去啊，你再看动画。应该是底吧，那是底的问题。我还特地去买登山鞋。是啊，不便宜。哦，我知道。啊？到了吗？过这崩塌地。到了吧？啊？到了吧？到了崩壁了。到了崩壁不知道。哇，怀念哦。啊、哇，怀念。拐杖挂左边嘛，对不对？哎，对，挂左边 ，OK。上次我们走能高就是走这种崩壁啊。前面等一下啊，后面也没有跟上哦。好。我同学不是说他 Google 觉得还蛮好走的。坐坡圈，哎，嘉诚帮我放一下，放在后面。好，要放在。你要放在最里面那个吗？等我一下哦。嗯，很厉害。现在让我们一探学姐背包里面到底有什么东西。很乱。好了，塞进去。哇，蓝色这段露出来了。等，我把它塞进去一点。没有，因为他等一下如果勾到会很麻烦，要小心。OK， Go。好，过来，抓着绳子。有台稳才动，
慢慢来哦，慢慢来哦。这段就是我说的最难走的、那個。等一下下来，到这段吗？集合。等一下我踩脚踩哪里，你们就踩哪里。没有问题。用脚跟去踩，不要用脚尖去踩，记得。然后听到有落石的时候，眼睛要抬起来看在哪里。如果是你那边，你要稍微躲一下。哦他可以直接砸下来，没有关系。我们又来到怀念的崩壁了。其实，在崩壁，我们尽量会小声，因为有时候会听看有没有。对。他不定时啊，这不是说会算得准的。这边，他走这边下来。来来来边，下来，再下来，没关系 ，OK， 然后再走过来。小心哦 ，OK 吗？可以。我没有说，我什么都没有说。下溪谷了。来，小心，来，慢慢来。不能抓。你们不习惯会那个。刚才没全记录。呀。你们尽量可以靠着一下。还好，还好。这个应该比上次那个 OK 一点，哎、欸，小心小心。我可以直接到山下。我觉得我学，我要分你一只手套了。你如果到山下，我会一起跟你下去，教你。来，这踩之后就直接踩过来哦，直接踩过来。崩壁就是踩稳就好。一个一个前面的看前面的动作怎样，哎，后面就跟着。你后面，这个狭窄地方不要踩。下去啊。对。踩那里之后直接踩过来。躲要来啊。让他看这边不要踩啊。他过来，哎，踩那里直接踩过来了。比较快。他的左脚，哎，对 ，OK， 哎，好。对，有一个刺刺的东西，哎，小心。你们前面看怎样，顺便看一下后面的，我不会走太快。啊，你们看着后面。跟你的踩步伐是不是一样的？看着一下。因为有的像这种哦，比较容易滑，你就不要去踩它。它尽量用脚跟去踩，踩里面。好，这个抓这个。李军可以吗？可以，没问题。没有，直接踩这边，脚上啊，难得的记录啊！哎，主任，你知道为什么不随便带人哈？哦，我知道，直接踩过来。所以，他进来一点，脚跟他进来一点。你的原因在这里。对，你脚跟进到踩里面一点。还是我帮你拿登山杖。不是你两两只。哎，小姐，你干到位啊？好吗？对对对，我先帮你拖过来。这个崩塌地有个缺口。慢慢走，靠里面，靠里面。慢慢的，身体尽量靠来哦，面向山壁哦。用脚跟。啊，龟爷，我这里有踩一个踏点出来。啊，我怕有人脚不够踩。你们尽量脚跟踩里面，不要去踩里面。对对对对，不要去用脚尖去踩，踩你脚跟就往外了。倒一次嘛，就这样子。这里有稍微踏一个踏点，哎，我啊，卡是对水滴过来。就一脚也无多，可能会扶一下。来，好，一脚踩，慢，脚。没有没有下去 ，OK。另外一只脚踩这里了。这个好可怕。你有时候后面要听着。这跟那个能高一样啊。不要踩那么高。OK， 踩过来一点，对，哎对，没错。这跟能高是一样的路段 ，OK 的。没有这里。有的脚比较。厉害厉害，可以一边爬一边拍啊。你后面会松掉。来，哎，你们后面看我一下。好。来，先看路哈，先不要快了。先看路。好好。等一下，这边脚跟往里面踩，脚跟往里面踩，再走过去，不要脚跟去踩它，脚尖去踩它，要脚跟，有没有听到？有。才会踩稳。OK， 然后再往前。脚尖只是辅助。挺过来。主任小心啦、啊，主任。脚跟，好来，一个一个过来哦。脚跟再脚来，对对对。我的脚没有那么长。来，帮忙护住一下，嘿。OK。我来拿啊。来，没关系，嘿嘿。没有脚跟，再进来一点。脚跟，哎，对，哎。那我就过不去。来，妹妹，你帮他拉一下。拉，
你拉拉手，他去问。对，扭伤啊！脚跟不行，你脚跟要在这里。等一下，等一下。对，你用趴，你用对对对，我觉得这样。不要害怕，没有脚跟要再过来一点。再进来一点，对，我也觉得，因为我刚才脏。那不行，衣服破啊，身体脏都是小事。等一下，那你拉。来，不行，我拉。哎，这个用一绷再绷了。好，好，这样可以吗？可以，可以，可以。去年哪一根？哎，那好，这一段终于顺利过了。你们继续走，没关系，因为我没有走办法走下去。啊！加油！人要有点冒险泛滥啊！那以后才有回忆，你们来过这种地方啊！往前走，往前走，哎，往前，往前走，先到树林里面去，先到树林里面去。好好，小心哦，不要大意哦，走路都不能大意。等一下，你有没有听到我刚才用脚跟？脚跟，跨过来，你要。不对，脚跟再往前快一点，再往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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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，哎，对，脚跟抬，看这样，来，你过来这边，我去帮他拿那一根好了。过来，过来，过来，危险地方，你来安全的地方，我去帮他们。你这样等一下，你等一下，你这样滑下去。秋景，这个封闭应该你还没问题啦。那你现在就先专责。那位同学好，等一下，你后面小心。同学跟向导同心协力又度过一个难关了，可喜可贺，可喜可贺。来，走给我，离远太近了啦。你先让他上好不好？先让他上。离远太近了啦。你先过来。一个一个过来。登山杖也可以，一定要插着啊，插地上看插着不能插进地啊。哎，主任说话。来，现在特写你哦。轻松哦。主任说很轻松。OK， 各位观众大家好，我们现在迷路了。现在海拔是2025公尺啊，10:42，我们这个阿尔卑斯山走到这边，正陷入一个对，向导正在找路当中。对，那可以看出每个队员，像这位队员，连嘴唇已经发了，就是路上遇到了山友，自己迷路了，我们就把他带在一起。在路边发。这位还在玩手机，你看看。我只是在看看这个到底怎么看的。我俩见不得人，见光。偷偷溜出来玩，怕被抓包。没有没有没有，要等高线图啊！你这样子，我要搜寻那个最近搜寻的记录，对。曾经有兴趣的点输入。现在要，可是我不想吃，你要吃几颗？我要吃，我们要。太快了吧？大概还有三分之二的路啊。到这边就是下坡了，对。然后就摸到小鱼。来问问大家的感想，我这边要发表一下啊。没有没有，老师这种的是什么意思啊 ？OK， 那我看的没错，但是要披露。应该有好一点。我给向导看好了，这实在太大台了。阿贝，应该在这上面。沿途都有开哦。我有开啊。应该在这里。有定点，因为我。GPS 啊，你回来了。用 GPS 看就知道了。哦，那这样你会忘记吧？我超级。哦，那厉害厉害。我都拍照哎，拍照我就知道那个点有相片。可是我追路跟那个差不多啊，就跟。路很轻松啊。追路很轻松，跟那个比起来。为什么不打开？这防水的。路没有。就是很少人来。我不想买，因为不要花。哦，这很快乐。哦。快就算了，就说谁叫你要借我。学姐，你要不要发表什么感言呢？学姐也发表一些感言。没错，在这里。来走。不会让。这位来自于大陆的同学，你对于我们现在迷路了，你有什么感想吗？你们，我觉得很迷茫。真的吗？我觉得很绝望，但是我已经看到希望，他要带路了。我看我们有可能我们走不回去哦。怎么回去啊？怎么办？我
回去。所以那边有人走。你要怎么办？哦，你就给他拍照。找到了吗？啊，这里，这一点。在这里。你再往右切。你再往右切。照片资讯。这可能是我们最后的黑盒子了。出笑声，对，还是有声音的，天生骗人。对啊，他也在给你灯，他也在自己。有吗？有。所以你们是学姐还是老师？他们是老师。他们是学姐。还可以看到历史的痕迹的，就是剩下这个岩窟。哦，那你们刚刚下来，你看它上面的本体，那个岩窟上面呢，已经开始在崩塌了，那就是风灾。每一年风灾都会造成它的改变。哦，那这个岩窟其实是最大的岩窟，它不止这个岩窟。那为什么现在只剩下这个洞？其实这个洞原本高度大概4-5米，深度大概10米，可以住蛮多人的。那因为你看它的地形，它是土石从旁边一直流下来，所以这是土石流堆积的。哎，而且河床本来就会，以前的河床应该没有这么低，哦，切割的问题，河水会切割大地，所以它河床一直会下降。所以造成现在看起来好像很高，然后岩窟看起来很小，怎么可能住那么多人？其实原本不是这样。包括你们刚刚拉绳子那边可以看到整个岩窟的后面的本体，真的是后面整个本体这样子。对，那现在你们还能到来，就是回到83年前这一带，几乎我印象中文献记录大概4-5个岩窟。啊，他们其实也不是只有搭在岩窟，应该还有搭一些类似草帘、草帘啊、难怪哦，草帘啊什么还可以。他这边后来发现上吊的尸体大概120几啊，140。哎，老师要摸屁，除了那个不要上去，哎，那不要上去，别吵了。他就是到抗战的后面哈，物资一开始在缺乏了，这时候族里面的哦老人或者是妇女、小孩。为了要让战士好好去战斗，留存粮食，所以就在这一带自杀，就是在这一带上吊自杀。后来日本人在搜寻战士结束之后，请卫方班在搜寻岩窟这一带的时候，就发现到树上掉了非常多的尸体，就是在这一带。当然，其他岩窟也会有其他的尸体，可是问题是，现在大家看到这条河流已经变了样了。下面的岩窟我看过，那边有一个落差，已经完全下不去了。哦，那边有个非常大的落差，所以下不去，完全看不到。那这边往上，我们往源头看哈，这边往上是一个马埃普的源头，好，那边源头落石也相当的多，这都是象征侵蚀一个后果。哦，再来，他们当时我有看到一些文献会讲说，他们。以此为做基地的时候，他会做一个放射状的出击，会到处去打，包括也有从这一带上天池山庄，哦，当然这是口述历史，这我们没办法去查证。一直到后来，为什么岩窟会被发现，被日本人知道说这一带岩窟有躲人，然后开始做轰炸，就是当然说后面就去动用到卫方班，大家都一样在这块领域，所以大概都知道躲在哪里。对，就是这样子。那岩窟，所以今天来算是，如果没有人带哦，可能这辈子都到不了。哎，真的会这辈子都到不了。所以今天大家很有福气，而且今天天气本来会以为很糟糕，其实还不错，还没有下雨。刚刚大家下来那一段路哦，只要下雨，你们可能会下不来。哎，那个很滑。哎呀 ，OK。先吃饭。OK。对啊。真的要这样子去下去吗？他也知道会输，可是他还是打。那我有听说啊，不是听说，就是一些人的描述，他们认为莫拉鲁道其实是个懦夫，就只会躲，不敢出来。可是他可能没有，我的见解是他可能没有想到，现代的战争每个士兵不是一样要躲，你就是要活得下来，你才有办法继续跟人家抗战。这是很正常的战术，他是一个头头，一个领导者，领导者一死亡，你怎么带军队？这是没有办法的。对。那其实来到这边，其实还是我有时候来，我也是还蛮感动的啦，因为他这已经现在是他们的殖民地了，他们偶尔像那些路线，其实偶尔会有族人会回来看。对，真的是
他们还可以再摸到的这个，当然现在年轻一辈已经，渐渐的也都对这个事情就是过去的封闭不谈，还有扭曲的历史，那很多都已经对这个事情没有感觉了。那来到这边，其实我刚才有跟前面跟我走的同学，我有讲说，其实我们来到这里，像我来到这里，我也是对这里很尊敬，也是不尽量不要犯他们的禁忌。嬉笑，或者是说开一些很不得已的一些玩笑，因为毕竟他们的主题还是在这里。我每次来是会，还是会跟这些往生者讲些话，因为我是偶尔来这里而已，只是借过而已。对，那今天老师有带一些给他们享用的礼物，对，这也是要感谢老师有对他们的一些精神，对，感到很佩服，那当然也是为这个人是来贡献一些东西给他们这样。那等一下要喝酒吗？我怕我走不下去。我们等下山再那个让。下山再，我也有带一瓶啊。对啊。晚上再好好喝一下。OK， 路程没有之一啊。可是我记得我在开行前会议，你跟我说就爬山而已嘛。我以为是就是爬步道啊，拍拍照啊。对啊，我记得你有讲回眸一笑啊。那这个对我来说算步道哦。所以我开行前会议是有用意的。我为什么要开这个行前会议？因为我知道这里的难走，你们的程度大概在哪里，所以记住我为什么要开这个行前会议。现在终于觉得这个行前会议还是有开的必要。当然要啊。对，那对我来说一定是很高手啊！我看我轻松愉快，还现在还有中气十足跟你开玩笑。对，但每个人是不一样的。我知道每个人不一样，但我其实一开始下面完全是泥土模。对啊，我应该有说吧？你应该有听到吧？所以我没有说谎，我一开始行前会我就说这不是一般的爬山。我开始以为台湾人很善良，就说就可能有一点点困难。那你就太小看爬山的人。对啊，后来是想，那这不是我的问题，因为我很慎重了。我一直把台湾人显得很善良、很和善，给我们开一点，就是说开始给我们一点暖心剂，就说有一点点困难，我就想，我好像不是说一点点困难嘞，我说这是不一样的爬山，绝对不是步道级。好吧，我有说啊。你真的有说？我真的有说啊！我没有听进去吧？不要小看我这个爬山的人，没有那么简单。那不过今天大家还是到了，这是一个很好的回忆。我人要有点冒险，真的要有点冒险。这样你回去，你才跟你的学姐跟她炫耀说：“马里埔圆窟你没去过啊？”对啊。怎么样？说一辈子必